好，我们是 Murmu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玲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ggie 畅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T 何璇。这首歌是《夏至二三五》。夏至二三五，然后是在介绍台湾的北回归线的景点跟一些好吃的食物。然后这次的作品那个词是由我们 ET 写的，然后舞是主要是我编，然后是我们一起想的，然后完成了这个夏至二三五 Murmur 的新作品。对。那有没有到台湾各个地方去拍？有，我们有到第一天到花东，第二天是到嘉义，然后第三天是到澎湖，然后都到各地深入到每个地点的不一样的景点。嗯，对。在深入各地方有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事，或是有人过来跟你们搭讪？有日本人，有很就是不同国家的观光客，然后都有来找我们合照。对，然后有些是看到我们之前的作品，然后知道我们，然后有些是觉得哎，我们是在这个拍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刚刚说是在拍就是观光局新的影片。对，那你们这次代言有准备发行吗？目前是现在刚筹备完这支作品，然后之后都是目前都是一些节目的邀约。对，那有没有说在规划其他的那个专辑作品，或是说有什么戏剧演出之类的？我们之后会再讨论做出新的作品。对，因为目前还是在训练中。嗯，对，还在加强自己。对，那接下来有没有打算特别什么细化在演艺圈方面的发展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合作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努力中。对对对，就目前都是一些节目的邀约，就是有些特别舞台啊之类的活动。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我们，谢谢。